今天早上一觉醒来，就是阳光真的超级棒。写这个该死的 essay 了，我21号就能把它给丢了，然后就解放。是，我就打算去这个阳台上面坐坐，然后这边可以 barbecue。 我现在发现我每天写完 essay， 然后一出房间的门就已经一天过去了，就日落了。还是很美的。我现在要去超市买漂发剂，然后今天打算把头发染一下，因为我只是就是漂一下发根，所以我就买了3盒。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染发了，现在准备打开电脑选一下下学期的课。You made a mess. We got regrets.